李千娜被挥到胸部，许君浩进城没感觉。我有史以来拍戏，这部戏是喜剧最高的一次，第一集就出现，就是全裸的戏，虽然没有正面，但是。李千娜、许君浩出演仲裁女神，许君浩在剧中饰演盲人，必须佩戴特殊隐形眼镜，眼前真的一片模糊。所以有说话，因为这样才感受到夜景变化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卧室里面，然后他们说，哎，出去哦，千娜换衣服，然后就有人说，哎，这许君浩还在啊，他看不到。我会说许绍洛进去模糊，还是说连模糊都没有？嗯，就是。糊的，然后你会糊的，所以有人定哦，所以我那句话也能量啊，没有那种像鬼影。有几场戏我跟他拉扯，因为我真的看不到，然后我拉扯，他会直接就都是都告诉我，其实碰到他，但我当下都不知道，因为那场过了好几场才告诉我，当下不知道，就是、什么意思啊你？但是接大圈的意思，这应该是手臂，是手臂，是手臂。因为他当下也没有发作，他都是事后才跟我说，其实也没有发作。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算了吧。